你坐飞机的时候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？靠窗，你呢？我喜欢靠着你。老板，我今天报告可不可以晚一点交啊？可以啊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因为我想要先把我自己交给你。你家可不可以养宠物啊？可以啊，怎么了？我刚好可以当你的小宠物。猫咪跟狗狗，你喜欢哪一个呢？我喜欢猫。喵。我可以给你借一个杯子吗？啊，好啊。这样子我就欠你一辈子了。不会吧？那要吃什么？我建议你可以吃掉我。我的吕布，让我做你的赤兔马。三国策略游戏，战神三十六计，战为上策。